总统大选进入了决战时刻，选前黄金周，明年1月9号，国民党要在台北市举办大型的造势游行，根据了解要分三路人马向中正纪念堂集结，其中一个大队就是马英九总统夫人周美青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的夫人高婉倩，跟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合体的娘子军大队，预料将会成为游行焦点。不过党中央对此态度相当低调，仅表示目前还是仅止于规划阶段。根据了解，目前高婉倩出席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洪秀柱、周美青部分还要等进一步确认。